的牛味比草莓味还要重，妞妞不敢，他很怕那个牛的味道。啊，你不要喝了。嗯，真的，他牛奶味道直接抢过草莓。不要对我讲话，会有牛味。对，非常好吃。真的吗？蛮好吃的。酸死你！很酸呢。我是牛马 Kiki， 哒啦，一片粉红啊！又到了 Seven 的草莓季啦。我们去年有开全部，我们今年又把全部都买回来了。我看到了一样的啊，好多。那我们一样一样介绍给大家。我们先吃冰啊，大家。对，我们先把东西先剥开一下。然后因为这次还有冰哦，我觉得我需要介绍冰给大家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我要吃，这个。这个是夹心冰的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个，这个是日本 Seven 才有的喜乐哈马白熊特殊草莓版本的，所以我第一个就要来吃我最爱的冰，一起吃，对，可以哦，对，而且我那时候去买只剩最后一个 last one， 你看里面有冰冻的草莓块，对对对，喜乐哈很好吃呢，我要给大家看这个美妙的样子哦，然后来沾一点草莓。哦，它是真正的草莓，圆块下去切的，好好吃哦！吃到最底下的时候，你可以拌一下，就是你可以这样，它是一种刨冰感，你要这样稍微拌它一下，搅拌后更好吃。这个我推爆，真的。嗯，这个是刚刚那个消化饼啊，噔，益美的，益美的，然后它。有巧克力，然后中间有厚厚冰淇淋，我们要吃吃看。嗯，已经软了，而且它饼干是脆的，它比较不甜，这个比较甜。那我们还要再开一个冰，哇，好冰，这个是爽冰，吃了会很爽。噔噔，哦，里面是这样子的，这个退冰的程度刚刚好，你看可以这样挖。哦。开始退冰了，我们才拿下来而已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酸酸甜甜，但是也是属于蛮甜的。我觉得这个还好吃，但是我觉得碎冰感我吃不太出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开始退冰，这个的碎冰感比较强一点。这个最甜，然后这个第二甜，然后这个第三甜。虽然它饼干脆，可是我没有很喜欢消化饼。Sorry 啊。好，下一个想吃什么？乐事的草莓口味。蛋糕哦，里面是这样的，欸，没有哎，其实它蛮多的，不是空气送洋芋片。啊，冰啊！我觉得普通，草莓味道没有很明显，就是一点点酸酸的果香味。下一个，圣香珍草莓果冻，其实妞妞平常就喜欢吃这个果冻。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有吃过吧？就是这样一个袋子，把它撕开来吸。我觉得就是普通的草莓果冻的味道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再下一个，这个之前好像有吃过。哦，里面是这样子。我上次吃过了。它中间是那种威化饼，那威化饼的中间再加巧克力，外面也再加巧克力。喜欢巧克力的人会喜欢，真的是甜甜。这个妞妞觉得不好吃。这个是棉花糖夹心的，有夹心的，中间草莓果酱是软的。下一个，这是派，这个我去年没有看过，草莓夹心派，哦，里面包装很可爱耶，哦，它的饼干感觉是很酥脆那种千层的，试试看，哦，不会很甜。不甜，你不喜欢吗？那我们开这个吧。这个其实平常不用草莓季也都吃得到，而且之前我们鬼灭的那个有开过。好，那你打开。我已经饱了。长这样子的，试试看。嗯，它其实草莓是酸酸甜甜，没有到非常甜。下一个，它是这种的。嗯。这个饼干就比较甜，那它的草莓酱味道不一样，
做过。这个没有酸酸的，这就甜甜的。对，它甜甜的。我觉得我味觉已经坏掉了。那我们来喝一下饮料，草莓拿铁其实就是草莓牛奶，包酒乳，它是不用冰的，就是那种包酒乳通常都会有点沉淀，可是这个看起来还好。哇！炸掉了！欸，不甜欸，是因为刚刚的饼干太甜的关系，它的牛味比草莓味还要重，妞妞不敢，它很怕那个牛的味道。啊，你不要喝了。嗯，真的，它牛奶味道。直接抢过草莓，不要对我讲话，会有牛味。对，所以如果比较怕奶味的人，可能就不行了。它的草莓味非常的淡。看这个很可爱，有点浓的高钙牛奶片，它还有草莓果粒哦。然后它里面是角落小伙伴的图案的，很可爱的。打开的话，怎么看起来都一样啊？哎，我刚刚手打开的，有没有白熊的？嗯，牛奶味很重。这个是蜥蜴，这它全部的图案有这些。可以吃这个。它的包装是一个大草莓。不久，他说不久史上最高的草莓感。真的？它里面是这样子的，有东西溢出来。我看。它中间有那个果冻，我觉得很甜。我觉得不甜，我是蚂蚁。咬不烂它，我看我看，好红哦！哎，不甜。下一个，我们先吃这个，我大如草莓口味啊！哎，它是玉米脆条，它不一样，是玉米脆条，它不是那个乖乖的那一种，但是它里面看起来就像乖乖啊。哎，我觉得不错吃。在乖乖之歌吗？后面没有，没有乖乖之歌，没有乖乖之歌。你说那个有乖乖之歌，大湖草莓而已，它不会很甜，草莓味有，我觉得吃起来有点点类似那个椰子的，但是它是草莓口味。欸，如果我们吃这个，我们就应该来吃这个日本版的乖乖，它里面是这个弯弯的形状，然后口感是跟乖乖很像的，其实一样。哦，它的表面有一个砂糖感，比较酸一点，对，然后它比较脆，比较硬一点。你喜欢哪一个？台湾乖乖还是日本乖乖？噔，哪一个？我喜欢这个，我觉得这做五香好吃。哎，对，真的，我觉得乖乖跟五香是定番啊。这个应该是巧克力。Strawberry 草莓板状可可片，像这样的，哇，感觉很甜，吃吃看，可可。我再跟你一人一半。我已经吃了，来，我已经吃了。我再跟袋子一人一半吧。它的草莓是偏酸的，蛮酸的，草莓蛮酸的耶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它的巧克力太甜，吃起来不会太甜，我觉得算清爽。下一个。这个吗？这个是韩国乐天草莓 QQ 糖啊！哎呦 ，QQ 糖是我的。其实我蛮怕 QQ 糖这种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甜死啊！它蛮可爱，它上面是做半透明的，然后底下是白色的，然后草莓的。吃起来很酷，你吃很 Q 啊，很 Q 吗？那算了 ，Q 我可以不要吗？咬得烂。你看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弹度，太弹了，太弹了呀！哦 no， 我无法接受。我觉得有草莓香味，但是是那种香精的味道啊。对啊，嗯。来，我们来 QQ 它，怎么又是 QQ 它？哎呦，我想要等一下再吃它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 Koala 的 Machi 很可爱哦，它是全粉的，而且你看背面还有小只的耶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它打开就有个浓浓的草莓味耶，然后它整个饼干都是粉色的哦，还有草莓在它的底部。哎，它好像不是每一个都有屁屁有图案，我妈不要走，都可。我怎么没有大眼睛？这个大眼睛是 secret 的吗？我们都是小眼，我们都是正常的呀。来下一个，下一个我们来开这个 Hubble， 又是糖果，妞妞开的是。这个，然后里面是这样，我感觉是超级无敌的甜啊！你先吃，你先试毒，我再考虑我要不要吃。非常好吃，真的吗？蛮好吃的，塞死你！
欸，很酸呢，怎么那么酸？中间的酱很酸呢，剩下我大概都不敢吃了。我们这两个一起吃，因为长得很像，它都是威化饼。然后新贵派的话是外面有包巧克力，我感觉这个新贵派会更甜。新贵派长这样的，然后外面就是都包巧克力，里面是这样子的，分明没有开的。新贵派中间的草莓是偏酸的，但是它的外面的巧克力真的很甜。然后这个吉农啊，这是圣香珍巧克酥。我投这个一票，哎，它就是少了那个外面那层巧克力，所以没有那么甜。这个我会想再吃第二颗，但是这个我觉得有点腻，可能要配水吃。农村草莓，然后你看哦，它里面是一差不多半包而已，所以是买空气送饼干的感觉。很久没有吃咖喱，也蛮好吃的。草莓粉跟这个吃起来很像，你一开始会先吃到那个草莓味道，后面就是完全卡喱的味道。啊，快要吃完了，没有。来，那我们先吃这个卷心，草莓厚卷烧啦。就等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好吃哎，好吃哎，它中间的酱是酸酸的，草莓大坡乳，然后这个。里面是这样的，七七乳加巧克力，多的把它先放进去。哎，怎么拿去搅的？少一个搅。酸酸，有一点点酸，它好像有点点的酸，有到很酸，很酸吗？哎呦哎，开始了。马如佛的，我们之前也开过的马如佛。对，它是这样子的，上面有图案。平常不是草莓味的包装是蓝的，然后后面是有一片饼干的，一人一半啊。我为什么没饼干？你给我这样子，我没饼干，我无法品尝到同时有饼干的口味。觉得它饼干部分很像消化饼，它就是消化饼啊，类似哈。然后它的草莓不会酸，很甜。不喜欢酸的可以买。八个。等一下，我们刚刚吃完那个就应该吃这个，因为是长得跟阿福的好像，感觉是同类型的东西。我们来吃吃看，你看里面怎么很像，还有一个底盘这样子。但它是两面的饼干，这个是一面的饼干。为什么它有个瓦萨比味？真假？第一口会有？没有啊。哦，它的酱比较酸一点，但是不会辣。会。等它坏掉了。啊，这个我刚刚说这个。双色草莓。怎么那么厚？它是。双色夹心，白色巧克力跟草莓巧克力，那我们一人一半吧。其实它都是白巧克力加的粉色色素，直接咬没关系啊。它中间有牛奶糖，奶味好重啊。好，妞妞不喜欢，妞妞觉得奶味太重。你就是吃了之后，它黏住牙齿，然后又很奶味，你要把它吐掉。好，下一个来 Keto Cup 的好了，它其实是不同口味的。很好哎，这个不错啊，我蛮推的。虽然还没吃，你看 Keto Cup 的 Party， 它里面是三种口味，那我们就打开吃吃看每一种口味。第一个口味 Strawberry Cheesecake， 它是这样子，刚好两块呢，一人一块。哦，它中间的草莓是酱哎，你看它中间的草莓是酱。目前为止吃到最甜的。它是这个是 cream brulee， 好像焦糖布丁是不是？这个比草莓更甜哎，它里面还有焦糖，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太妃糖的碎片在里面。最后一款像提拉米苏的感觉，黑，我要吃定了。你还吃那么大口？这个比较好吃哎，这三样我比较喜欢这个提拉米苏，这个有像哎。有像对不对？提拉米苏蛋糕的味道。优先捡呐，这是雷神巧克力。啊，雷神，我跟你讲，雷神是我上次亚洲最甜的。雷神很甜呢。对啊，你看。哇，小可怜。你还是很大口。哦，可是很好吃哎，它中间那个饼干好吃，它的草莓是有点点酸的。对。但是我喜欢它里面那个crunchy。你怎么发音？他怎么好笑 ？Crunchy， 我现在像什么法文 ？Crunchy，
再来是巧克力丝，又甜又酸。它没有新贵派甜啊。甜啊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它的巧克力比较薄一点，新贵派的更厚一点。看来我们剩两样。上次也吃过这个东西啊。那我们就不吃了。哇，它就像是一块蛋糕，一个切角，三角形。嗯，啊，它中间蛋糕哎，中间是蛋糕。他说有使用洋酒，可是其实它做很弱，你看非常弱。其实这是酒味，我吃不太出来。有 no， 那应该可以喝这个了，你都没味道了。你看这个是酒啊，台虎精酿，草莓加养乐多的味道哎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是擦拉环的地方。哦，有气。啊！他还没完成。哎，它好像味道很像苹果西达哎。你喝一口。酒。很浓哎，4%很浓哎，好苦哦，好难喝。我闻。我不行哎。好啦，这就是今天的。你要讲出你最喜欢吃哪？果冻啊，我的果冻。最喜欢果冻。第二个这个。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啦，我觉得这个我也蛮喜欢的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冰。对，我最喜欢的是白熊，因为我觉得它有那个草莓果粒，我觉得很好吃。那我们今天吃后面这些是干嘛的？没有，要帮人家试毒，要帮大家试毒一下，知道哪一个不要买啊。哦，那我跟你讲，这个很恶心，这个我不喜欢。好了，那如果喜欢我们这种超商的零食开箱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，然后分享给吃货们，吃货喜欢吃东西的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超饱。你吃到这边了吗？哎呦，他吃了三层。哎呦，哦，张秋秋最喜欢就是那果冻那一款，到现在还在吃。又是刚刚同一个表情。